这不给你了吗？哎，我看小气吧，不给。我看，别讲别讲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哎，你有两包？老牛的。老牛的？啊，怎么还有他的？你忘了他脚臭的事情，你给他买香水了。现在全团谁不知道他脚臭啊？哎呀，他这袜子买的太薄了，这不合适啊。我留着吧，我拿我酒码跟他换。那是你们俩的事儿，我管不着啊。但是小香的心意，你不能给人家给眯了。谁眯他呀？我跟他说去一会儿。你们这两个新兵蛋子，牺牲多久了？还不快回来睡觉！缺不缺袜子？啥意思？有人给你袜子，我想你脚那么臭，你别穿袜子了，给我吧。啥事？明天早上说。别明早，你就现在说，要不要？为什么不要？挺好的袜子。要啥要？我拿胶鞋给你换，给我吧。呀，胶鞋比袜子实惠多了。你说的。行行行，成交成交，回去去去去去。你别烦我。训练量大，送你几双袜子。高粱和牛满仓一人一包，战友要互相帮助。眼药水是我磨了好几次嘴皮子，医生才开给我的，对缓解眼部疲劳有特效。祝你打靶打出好成绩，加油！